有多少？两箱。全给我是吧？对。那找个袋子装起来吧。啊。他耶、yeah! 我好苦啊，好辛苦的卖出去了。阿姨你要买多少钱？五块钱。以为吧会挣个二三十，他给了五块。这个土豆不值钱，它这么小。啊，好吧。哎，多给五块钱吧。我三天没吃饭了，然后一滴水都没喝。你看嘴，就给你十块钱，人家也给你五块吧。收好。收好。谢谢阿姨。快收好。好开心啊！我找活干。费了半天劲儿，只有这么点钱，两人决定继续想办法。你这边招工人吗？我们什么都可以干。啊？招工人吗？不招。你这里招不招工啊？进来。好了，不要，给进来。走吧，原来这是被赶出去。回来第一件事就把它给买下来。我把这都买下来我在长春十几年，我居然没受过这种苦。绝对有苦。刚才我们去找水了，然后他们去哪儿了？往里面走了。他们的眼神好像看着我们像傻逼一样。疲惫的身心，周围人异样的眼光，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巨大落差，终于激怒了高潮。有意思吗？看着啊，你们也不什么都不告诉我们，什么也不管我们。你们不是说要自己打工挣钱吗？我们是不是挣着钱了？你这卖的是别人家的粮食，这是靠你们自己挣到的钱吗？咋的？组长，别打了，高亢。组长，找组长。滚！我问你，你来是干嘛的？滚！这儿的人就是这么过日子的，你看到了吗？真的是能找得到工作的。你不知道刚刚我站在那里看你坐在那个箱子上那个样子，你知道吧？你就生活在这里，你不是来体验生活的。你今天晚上打不了工，你再饿一天，你明天再饿一天，你饿死吗你？没事干我能干啥呀？现在领导在家吃饭呢，吃东西，我们出来忙活来了。我们正说要回去还得给他花，我现在去我还能挣啥了？今天这样了，明天怎么办？明天我就不去了，我饿死拉倒了。在此刻，等不可一世的少年遭遇冷酷的现实，他的变形生活还能继续下去吗？走，我们去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再回来。不管是理亏还是赌气，高昌的沮丧一时难以排解。这两块对吧？哦，两块，好。干嘛？现在吃一点。其实呢，我感觉你工作人员说的也没错，拿着杜鹃家的土豆卖钱，然后还不好好找工作。但他有他自己的原因。看到游荡已久的两个孩子，旁边工地的老板动了恻隐之心。我可以干什么？工作这里面是吧？安顿好高唱，杨傲走进工地，开始干活。很难受，脏乱差，全是土。脸这样脸的像只小黑娃。你们一天能赚多少钱？把啥？
一年也挣个两三万吧。就像这样忙忙忙，一年只能赚那么少。360，还不够我一个星期花。想想确实应该去了，应该帮帮他们，毕竟是我们两个人出来的。快发钱了，有我吗？有吧，四十元。我们两个人啊，两个人几个人啊？对，就是50，总比没有好。回家，咱可以买小零食了。还有馒头吗？买10块钱的。什么不知道？我怎么的？榨菜，我来10个。好吧，装你箱里吧。我们还有25。啊？要留10块钱给那谁？杜鹃，因为我们的土豆给他卖了。